色、黄色、绿色，球。哎，哼，再来。蓝色、粉色，球。嗯，再来。黄色，球。烦死了！哎呀，每次都是你说不玩了。哎呀，你都弄乱了。哼，本小姐要玩，只能我一个人玩的游戏。一个人玩的游戏。有了，你跟我来。粉红色的日落出没在边线，一扇门门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。爸爸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。哇，拿了吧你。咱们来比比谁吹得更长，比就比谁怕谁，哼。Lady Go。 KO。 小玉你又输了。啊，小当词不是说了这是一个人的游戏吗？你又骗人。你们说这是一个人的游戏呢还是两个人的游戏呢？哎呀好饿呀。啊，真香！哼，还想忽悠本小姐是吧？容嬷嬷，小当子他傻了，还连橡皮擦都吃。小当子，你别吃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告诉你们橡皮的秘密。你们说我要告诉他橡皮擦的秘密吗？小玉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个要不要的游戏，可是有丰厚的奖品哦。哼，来吧，游戏这块本小姐还没输过呢。游戏开始。Round one。要还是不要？要。给。啊，彩色假发，这也太丑了吧。这啥呀这是。再来。Round two。要还是不要？不要。算你逃过一劫。啊，五本练字体，小当词你心也太狠了吧。那你还来吗？当然来了，本小姐才不会被五本练字体给吓走呢。Round three。那这个你要还是不要呢？不要。可惜了。最后一把了，把握机会哦，要还是不要？要，当然要了。恭喜你喜提打扫卫生一周。啊。小唐词不在，那我就玩会游戏吧。这是我最近在玩的冒险大作战，开局一个小蘑菇，无限进阶，战力狂飙，有擦灯开箱打怪升级，同伴坐骑养成，副本挑战，偷菜挖矿等多种趣味玩法。拿着武器推副本，挂机一晚上，获得超多神灯，又可以继续开箱，开出其他更强的武器坐骑，轻松打爆野怪，开启神灯，爆出极品装备。我开了非主流咕咕的限定皮肤了，嘿嘿。小月月，你打扫完了吗？这不正扫着呢吗？还不错。你们想玩的直接点击左下角，一秒进入游戏哦。小莎，你看，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巧克力，俄罗斯进口的。哇，这个肯定很好吃吧？给我也尝一个吧。哎呀，这些都挺贵的，你还是别吃了。小气鬼，我不吃了。把我作业还给我，再也不给你抄了。哼，不抄就不抄。对，姐姐姐姐，我要吃俄罗斯进口的巧克力。啊，那我小卖部哪有呀？我不管，小月都有，我就要。哎，有啊，姐姐要先助力给你做一个豪华彩虹蛋糕。彩虹蛋糕还是豪华的，姐姐你快做，你快做。左边画个虫虫，右边画个龙龙，不要对我凶凶，我的心会痛。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画个龙，画个龙。来右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画彩虹，画彩虹。拿出粉笔，变成一个碎波，然后住进你的心里，融入你。超豪华的彩虹蛋糕，好啦！哇，真的有彩虹，上面还有满满的朱古力，姐姐你太牛了！小十二，小气鬼，进口巧克力吃不到嘴。
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个可是豪华彩虹蛋糕。哇，真漂亮！分我一半，分我一半。不给，不给。哎，不要这么小气，小月你想要啊？给钱买呀。可以可以，多少钱我买。姐姐，那我们收小包子铺多少钱呢？燕窝奶油棒棒大赛开始哦！赢了的奖励手账本，输了的倒地唱孤勇者。3、2、1，比赛开始。我要做的包包是蓝色的，因为蓝色代表着天空和海洋。等下做好了，我要把我的火星印章和咕卡都放进去，还有这次的奖品手账本，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。粉色代表的是甜美和天真。等下做好了，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姐姐小汤，因为她对我太好了。所以宝宝们，这次一定要支持我，我真的不想输给小汤姐姐。我的做好了。哇，小月月的蓝色包包看起来好时尚呀。我的也做好了。小十二的粉色包包看起来好梦幻呀。姐姐，你说谁的更好，谁赢了？你们都做的太好看了，怎么选怎么选，太难了。要不让粉丝宝宝们来决定吧。对，把这个交给粉丝宝宝们选才公平。喜欢蓝色的扣一，喜欢粉色的扣二。咖啡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。原本想你冲杯咖啡。我们小卖部哪来的咖啡呀？冲不了。我不管，那我就在你们店里跳舞，让你做不了生意。咖啡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哎，小玉，我给你超好吃的彩虹糖杯，别跳了。那还差不多，嘿嘿。哼。Let's go, let's go.橘黄色的日落出没在屏幕前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你的音乐，总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。哪怕汽水和你都是夏天的。超梦幻的彩虹糖杯做好啦！哇，这也太漂亮了！嗯，也太甜了。好吃吧？这么漂亮的杯子，收你5块不过分吧？本小姐只要5毛钱，再说了，你这个杯子就是5毛，嘿嘿。小包子婆，你给我回来！哎，咱们亏死了！你们说我姐姐做的彩虹杯值多少呢？奖金是咕卡。姐姐，为什么要趁机是咕卡呀？不能让小月月发现，他会抢的。嗯？哦！你们还想看我姐姐做什么？偷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呀。姐姐，我做不到，我抱你，快摘！终于有砂糖橘吃了！站住！你们这对小偷姐妹，你妈谁小偷呢？你小包子婆，你还知道我妈是包子婆呀？这批所有的橘子都是我们家的，偷我们家橘子罚款吧！啊，小月月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要不你去我们小卖部，我拿这些给你做砂糖橘棒棒糖。又馋我，可恶！早去你们小卖部，快点！姐姐，砂糖橘能做成棒棒糖吗？你不会在忽悠吧？你们等着看好了，做好了记得给姐姐点小爱心哦。橘黄色的日落出没在屏幕前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你的音乐，总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。做好了，外面还裹着巧克力脆皮哟。你都是夏天的。这也太好吃了，都是我的了。姐姐，她全部都抢走了。小月月，你可不能吃独食啊，小心烂嘴巴。才不会，你乱说。姐姐，我要抽一个大波啊！马大哈，你看大波都抽完了，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真是要啥啥没有。马大哈，你可以抽 Hello Kitty 啊，这是我姐姐刚进的新货呢。对，刚开封的，算你运气好，大奖多多。嘿嘿，这个好，就抽这个，给不差钱。什么呀？我想抽。可以啊，小月月，给钱就给你抽。什么？你们这个臭姐妹，竟敢找我要钱！妈，快来，这小桃子他们涨房租了！哎，别喊呀，
给你抽，给你抽。哼，真可恶！那我也要抽几斤。好好好，都去排队啊！不给钱，跟我到后面去。这一个四驱车真的是大奖，玉婷真是太好了，给。这个，哇，果冻娃娃，给。哇，我最喜欢果冻娃娃了，让开让开，到我了。免费听歌，谢谢你。这是啥？免费听歌，谢谢你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